咱那个阿德也没啥意思，这找点有意思的。啥呀、啊、这个？我给你找找啊。名儿硬啊，坐等车，导游，我随便进来的。随便进来怎么的？对，这名改成坐等车哥来打酱油。小主播呀、啊，可怜可怜我哥姐夫，这主播咋残疾啊？不好啊。那好像是。这多少人主播呀、啊？直播间？100来个人。你都协议吧。那也差不多。哎，现在我都出名了吗？就是知道我去一两个主播直播间，那主播一两个直播搁那直播呢，改个名就坐等啊哲哥来打酱油，那就去往床上一躺就睡觉，那就去看他，他有这份心去看他去、啊，就不让他失望。可虽然说照顾不了他，我去过一回，因为小熊无意点进去，因为我去过一回，我去过一个五弟的直播间，那小子就小胖。那小子直播间才他妈十个来人，还十个几个人，四个人啊！完了，他就搁那躺着睡着了。完，我一进直播间，惊了，10000多人，来挨这罚滚来。你看这小子，坐等哲哥来打酱油，你瞅瞅。哲哥，欢迎我哲哥，不行！哎呀，哲哥真来了，哲哥真来了，欢迎哲哥，哲哥真来了。你这个我太感人了，我要流泪了，我要啊！那啥，我是耳机刚坏了，耳机坏了。你点我呢？耳机坏了。那我他妈点我呢，在这儿啊！啊！他能等，他能当大主播呀？把阿哲点舔明白的过来就点我，知道我也在看直播呢，是不是？人耳机坏了，让一时间给邮一个。谢谢七爷哥，谢谢七爷哥，谢谢我哲哥家的所有人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真没想到今天是我哲哥第二次到我这儿，今天我哲哥第二次到我这儿啊！我第一次来过他这儿吗？不知道啊。第二次到我这儿。你们跟他说，你说之前来过吗？问问他，之前来过吗？这设备不行啊，家伟哥。我的妈，你玩呢？我也没去，你等喊谁呢？你在这儿啊？我哲哥来过我这儿。对，来过一次。你们这都对，来过呀，哥，来过家伟哥。我哲哥来过一次，那时候他来的时候，不是、啊、他一个子就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去那频道啊，你可以隔空跟我对话呢，你在这儿啊？你等一下，嘉伟哥，我给你卡个马甲吧，嘉伟哥，你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你。嘉伟，我跟你说，他改这名不是让我打酱油，你先听我说，他不是打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有点想法，真的，他不是让我去打酱油的，他知道我去，你也会来，你也会听。完了，进屋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耳机坏了。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是要坑你耳机啊！你看看，这小子进屋第一句话，他说是坑耳机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这种智商来分析，这小子指定是管你想要耳机，给的呗，那就给的。你们打，耳机坏了怎么办？你们打，来来，右边公屏打，耳机坏了怎么办？我看他咋说了。谢谢涛哥，谢谢你们啊！我公爵是假的，我。耳机坏了怎么办？我那耳机坏了找嘉伟，耳机坏了怎么办？找我嘉伟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对上了吧？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啥人？我一测就能测出来，真的。这小子绝对是真盯着你的，他不是盯着我，他改着名，他不是盯着我，他是盯着你的，你知道吧？谢涛哥，哎呀，没想到今天我。刷点刷点，应该瞅挺不容易的，给刷点。能听见是吧？我这裤口放不了音乐了。你看看，我看这下一步又进行了，证明设备不好使了，白哥。那下一步开始了，耳机没了，设备也不好使了。大师想让你给邮一套设备，再来个耳机，完了找专业的团队给他调一下子。你这小子指定是这个想法，真的。哎呀，你问他怎么不做起来直播？怎么不做起来直播？问问他咋回事啊？他怎么不做起来直播？我哲哥应该走了吧？我哲哥，
不是，这躺吗？官方让直播？他可能是他这直播间小，没人管，没人管啥的。我操，给上个 VP 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子你他妈要是2893的铁粉的话啊，仨鸡巴让自己给脱了，你要不脱我就告他踢你，听不听着？听不听着？自己给脱了啊！快点的。这是我侄子这个小号是吧？是卖假的，靠，假的！那马甲笑了，这小子他妈的不是咱家粉丝，这上没有没有马甲的。这是小号。加百分的吧，咱就当乐善好施能服于人了，对不对？帮别人也等于帮自己，就当行善积德了。你给他整个耳机得了，设备就别交了。行，你把他直播间号给我，然后那个我明天我派人过去给他用，把他直播间给我，现在直播间 ID 告诉我就行，明天我去。241127啊。嗯。你给他个耳机，多钱不行我出还不行吗？别找事儿了，多少？24什么？多少？241127给他优耳机，这主播不容易，给他个惊喜。行，啊、我明天我派人过去，放心吧。啊，明天我派人过去。嗯，给优一个啊，基本上给优一个。不，给你困在那，你入住了。我撤了，我可出来了。我去嘛，一会儿我跟你说啊，加班，你明天告诉你那兄弟，你去了之后吧，去了之后我跟你说，你等会儿我把视频调下来啊。你去了之后告诉你那哥们儿，你就去了之后你就说那啥，你说我就过来给你送耳机来了。可不是整别的来的啊，可不是来这个烂烂糟糟的这整别的来的。你小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一整激动说：“哎呀，百哥来吧，入住我直播间吧！我直播间100多个活人呐、啊，就是他们不打字儿啊，就刷花啊！你别这整出事儿了吧？我跟你说呀，真的，你瞅点，你就送耳机不送耳机，别一下整扎呀了啊！有的地方我该去去，有的地方不该去我就不去了啊！你们别跟整那没用的啊！”